大家好，我是王狗。今天呢，我找了两位，他们是来自马来西亚知名的探险跟灵异直播主。我叫昆虫。哎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马。那今天呢，我们三个人就要来挑战四胆大会。我脸流血啊，是流血吧？在响哎，没了，停过来，那就有。是猫的声音吗？哎，等一下，大家有听到吗？现场朋友有听到吗？它其实有一的。那我们不要自己吓自己啊！后面是不是有人？那我们三个不同国家都市传说探险直播的 YouTuber， 到底谁比较大胆？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地方，你要跟我介绍一下，因为忘记这里是干嘛。以前有一些政客犯了法之后被抓来这拘留所，传闻说一些进来的政客就没有办法出去，关在探险上。让你走过之后，也是蛮期待会发生什么事。我今天的试胆流程有五个阶段，一个阶段把自己肩膀上的火拍掉，左边拍三下，右边也拍三下，据说这样子就可以很容易的拍一些东西。第二点呢，我会用纸钱加上布蒙住我们的眼睛，据说这样子可以打开眼睛的开关，看到那些东西。接着呢，蒙着在你的地图上走一圈，走到楼梯口的部分，接着就进行。第三个点，拿起线香点燃，往下走到长廊的尽头，下面是小马刚刚说的比较恐怖的地方啦。对，进行我们的第四点，摇一下这个频道，拿起地上设置好的扑克牌，瓦龟问他说可不可以让我们从画下拍一张，他回答是行龟的话，那我们就往下拍一张，结束任务。因为我其实是在北海道买那个铃铛，可是我有给过师傅做了一些法，其实它原本是一个很普通纪念品的铃铛。酷，还有这种东西。那好，这一个铃它适合开光，因为它的音率靠近一些好兄弟可以听到的音率。你有尝试过？有尝试过。其实那时候拿个桶不用，它滴砰，突然间跑到玻璃裂。真的假的？这就是金色的。你旁边东西脱掉？太扯了。因为现在已经凌晨三点，气氛是真的是蛮 OK 的，蛮尴尬的。刚刚就是我们的游戏流，但是我们挑战并不是三个人一起下去挑战，我们是要一个一个下去挑战，看我们马来西亚探险 YouTube 或者是 Facebook 探险的直播主做都市传说类的，三个人谁的胆量比较大，由观众你们来决定。那我们现在是谁要先出去，我们就以抽签来决定。第一个是谁？两、三、这是一个我最小的，年纪小啊。二三，接着，我也跟着你一起紧张。好，那 OK， 你们开始计时。一，开始。哎、欸，真的没有办法走路啊！这个这边看这边，对，这方向对，这方向对，直走，对，没有，右手边一点，从我的前面走。再直走，再直走，来。马上就习惯了，其实刚开始捕鱼什么都看不到，很怕有人突然摸你。这个体验真的蛮特别的。哎，你知道我听到什么吗？什么？听到什么？我等一下跟你们讲。好，这边直走，直走。转左一点就是大门了。这是这个方向，对。好，啊，这可以了，这个可以飞一个，可以。你们知道我刚刚听到什么吗？我在旁边听到一个声音，在那个教室里。OK，
可以吗？现在下一步就是要拿起线香，点燃。好，争取时间，不能到最后一个。这边的画面已经开始停顿了，因为它导航的画面只能到我提供，那下面就要靠他自己了。我紧张了，下一个人到我。点燃线香。所以气氛真的是有一点诡谲哦，这里有一点阴风阵阵的感觉，希望我速度是快。走这会有脚步声，好，来，这蜡烛熄掉了，这我们刚刚有点燃，它熄掉了，没关系。那我现在即将摇铃，问他问题。请问你可不可以让我从胯下拍一张？可以的话，就给我一个喜杯。我好像听到铃铛声音了。秋杯，要再来一次铃。请问你可不可以让我从胯下拍一张？可以的话，请给我个喜杯。秋杯。请问你可以让我从胯下拍一张？可以的话，请给我个喜龟。下一个两次秋龟，现在别人给我秀喜龟，谢谢。啊，任务结束，帮你放好，做个好公民。然后有人叫我哎，啊，听到好像有人叫我，超级毛的这里，因为他说后面是以前官犯的牢房。我好紧张哦，干你娘！啊好，我其实我现在很紧张哎，这是门吗？哇，好恐怖的门声音！干你娘哎，为什么自己制造噪音啊 ？OK， 摸着左手，摸着墙壁，对，左手摸着墙壁，直走，好。好，然后这边弯直直是吗？是这个路没有错。啊？没有错，对的，路对的，直走，向左一点点。哇，好恐怖哦！干，这里有声音，这是什么吗？对，左。对，过了，你转回来了，转回来。慢慢转左，不要动，慢慢转左。对吗？对，不是。OK， 转回来一点点，往右转回来一点点。对吗？然后在哪里干？我在哪了？我是谁？干！哦，干！然后现在我干嘛？忘记了。点香。刚刚你没有卡。我刚刚没卡。我的刚刚都很顺。对啊，很顺，没有卡。可能我手都在发抖啊！干！哇狗啊！为什么你要做这样的事情啊？好，现在点好了线香。哇，这组很有大的回音哎。我还是大耳的，然后现在就拿着铃铛，什么声音？干！拿着铃铛，什么声音？干！好快！有点跑了。我还在讲个三四句话，就这里面。对，是不是还有？很辛苦。想要用从胯下拍一张照片，如果可以的话，请给我一个信杯。三二一。干，这样可以，谢谢你，谢谢，一二三。
OK， 我回来了，安全回来了。因为我们那一台突然没电，后面的灯呢也突然没有，几乎是同时间的。对，我经过就没电，好恐怖，观众会吓到。是我经过我被吓，然后我骂粗话，狂骂粗话，没骗你。前面那架相机也是我经过就没电。对，你一回来就没电。哇，好邪门哦。我以为一次过哎。喂，干。其实现在我跟你讲，他们来回来有一些灵动的东西，然后现在又没电，放下去。没有，这个是一空母，这是二空母，三空母。那我下去是最危险的。没事啊，有事大叫，就知道要逃开。没有没有，有事大叫，我们绝对去救你。开始 go go。我要知道墙壁在哪里。左边，左边。好，可以走。好。好准备，要左转，左转，准备左转啊！好，左转，直直。好干。对，他没有那个门。你刚刚在这个门这看。哦，对。这边是最难的吗？这边是最难的吗？你们不要讲话啊！你们不要聊天，你们帮我看路啊！好了吗？可以带了吗？脱了。对，那点香。现在正在点这个香，对，好香啊！啊，心里，好兄弟，那我们这次是来这里拍摄的，然后就是我们拍完就走了，我下去。啊，不好意思哦。拍谁哦？拍谁？不好意思。后面好像有脚步声。蜡烛熄灭了耶，没关系，那我就是，祈求这里的好兄弟让我一次过关。喂，我希望可以圣杯、小杯。你前两次看他的球会有点慌，但是快一点的那种感觉。等一下，就是我可以在这里拍一张照片吗？如果可以的话，请给我一个圣杯哈、哦。现在是笑，再来。好，圣杯在西夏拍个照片。Holy shit！ 我老爷，一二三。哎、欸，啊，一次，两次，哎、欸，跟我一样，哎、欸，你不是三次啊，三次、啊，三次吗？那两次啊，我记得我是二次，第三次成功，是第二次，我第二次成功，哦，我们今天刚刚三个人都顺利的挑战结束，没关系，是真的，对，完全看不到，我跟大家讲是真的，可以试一下，我们连眼皮都盖下去了，其实我跟你讲，刚刚其实你第一个处理你走到说有声音的地方，是不是喊了一下？其实这个摄像头有照到你的手掌，有一个四方形的血。你有听到我一直问你，你摸到什么？你抓到什么？我有问你，对不对？你问我，我是有看到你左手边有一个四方形的红色，我以为你摸到湿湿的东西，所以你才喊。要看一下，真的要看一下。我回去翻一下，看一下这个。哎，你知道我听到什么吗？你知道我听到什么吗？其实我那时一开始我蛮顺的嘛，今天的状况比较多，他在首先在这边卡，然后灯灭了，回来这里另还有一台就是摄像机没有电，所以观众加分哦。对，可以给他加分一下。那今天其实最开心的就是交了两个朋友，昆虫呢也有探险影片，可以去他的频道看一下。小马呢频道就是有拍一些 cover 跟一些灵异的东西，那 OK， 各位观众我们就下次见了，拜拜。